是油。你看它不贴鸡眼膏，它不能长那么大。嗯，这个已经是超大的了，这个小的这个。就这个大的麻烦，小的都快。这玩意儿你要是运气好的情况下，它可能两次就掉了，这大的。运气不好的情况下，这玩意儿得三次。它跟个人体质也有很大关系。反正都成长时间了，这个。你这个啊，最起码得两年打底吧。差不多，之前主要就当鸡眼了，没心。最低得有两年，这玩意儿，这大小。它一开始跟鸡眼就没啥。刚开始就这么大，一小点儿。对对，一小点。长。等会儿。开始长的时候就一个小白点儿。这个也不小了，都。你得把这个外面的硬盖给它削掉，削掉的要吃的好，吃的更透彻点。你没事，你给我再待一天看看，老多了，奇形怪状的毛病。那你们自己就是，咱们可能接触的少，接触的少吧，就这些东西可能就是不太了解。你给我再待一天，你就能看着有很多了。这玩意儿长得是真大，这个透明色全是。